Xiaoping, is she your girlfriend? Wife. Wife, really? Wolf. Wolf. 听说这家店以前很难吃，还好有布莱德。可是以前也没有那么难吃，而且特别是他那个菠萝面包。布莱德，快进去！哪里敢不接的？等等的上面八戒说：“你都叫八戒啊你！”我点心跟五包戒啊。你又没吃过，你不知道。You wanna come to France with me? 要换我？来。啊，都怕左一胖的他会嫁他高级。 我左一胖，我就对。你干嘛伸舌头啦？给我吧。你跟我求婚，只用庙里蜡烛。到底给不给啦？你都已经三十了。我才刚满28啦。农民历就30啦。你为什么不能跟布莱德一样啊？为什么要跟他一样啊？高秉恒，你太过分了啦！我要跟布莱德去房。 啊，我做面包是做我母家，阿弟呢？你们女生为什么要不要都不讲清楚啊？我真不懂。你想让他们两家高兴？钱乱。我们可不可以深度朋友？我高兵啊！哎呦，二姐，这次我理解啊，只要你用心，大行拢总是招牌面包啊。你要是比赛赢了，你就留下来。 阿祖杯面包普及大赛开始投票。这我用心办的，这嘛招牌。